悍马应该没问题啊。我刚才找一个可没打了，找一个没打上。嗯，他那玩意儿不大点儿，不行啊。你那是接电瓶的吧？接电瓶的呀。嗯，那应该行。他不是接电瓶的，那咋能打不动呢？一点都没用，大轱辘老他妈大了。我知道悍马的大，但是刚才来他拿的机子多大？不大点儿，单缸的。单缸的。嗯。我这双缸的，但是。双缸应该行，我看看，我看。有曾经有一次。真大点能行不？你们有大的啊？你们那？再大的拉不出来呀、啊。嗯。再大的拉不出来呀、啊。太大了，就这么大的。这么大的，店里现在没有。我看看这能干动作、啊？几吨的啊？能打几吨的啊？能打八个压呢。啊？那小车我们干八个压都干六个压八个压都能干上去。那行啊，我那3.5就够，3.5个压。对啊。我那薄胎。那你们能不能他能你能不能跟他说说让我进去啊？我可不敢，这冒着生命危险，你知道不？你给他整栋楼干平了，完了，我操！那接电瓶上完事儿插上就行了呗。接电瓶上插就完事儿。你教教我得了，你给我摆弄我看。我给你教你下去跟。啊，你上车那等着吧，等要我。这个是正极。这小玩意儿肯定干不动。这个是负极。来吧，放里吧，我去整一下子。然后，那你去试试吧。你看我这，悍马 H6，中国只有6辆。哎呦我操！对啊，大轱辘，这改了俩轱辘啊！你看这车，这车就长得这样，中国就6个，我有3个。你有3个？嗯。哎呦我操，厉害了！你大不大？这么大，看远去啊、嗯！我这个胎哈，我跟你说，唯独咋的，整薄了。薄了肯定薄了，我带厚一点就好了。你这玩意儿也不适合越野啊，这样越个狗懒的野了，还越野？夹一下子吧，你搁这看着，等你家哦，你下去不？哎，你其他这2辆都没事儿。这个没换的，你瞅这个换完就那啥，我车你打个火。哦，2辆并排放。并排要俺这排车位吗？你东北的，黑龙江那边的。啊。靠，手电。靠，扁成这样了。那你咋整？这边也扁着呢。就这俩。这后边跟前面是一样的呗。你看打完了就这么厚吗？对啊。嗯。这打的3.5压呢，往多打的。这他妈还是个6轮的悍马。他没见过吧？哈哈，他他妈第一次见。中国他妈就6个，我有3个。中国就6个，你有3个？嗯、你珍藏哪弄这玩意儿？你现在啥藏了吧？走，回走拿过今天那啥吧，嫁接就好了。你不仅得拿嫁机，搞不好得把胎拆掉呢。那不能，你上回都整了，就不是没整。上回拿嫁机架起来、啊、打上了。对，就打上了。那拿嫁机肯定能打上。嗯。我操，那还得回去折腾拉着东西过来。这么的，你怎么也得拿嫁机啊？咱俩，那你拿一个嫁机也卸不了俩轱辘啊？拿俩。那不能悠倒了车呀？倒不了，那咋能倒呢？这不是个立的玩意儿，那就给轱辘卸下去吧。不行，就把轱辘卸下来。嗯，我那有采购车，给能拉过去。嗯，我车能拉呀。能拉俩吗？怎么？能拉俩。那整呗。整吧，那你我回去拉去吧。走吧。打呗，试试。打上了，打上了。动着呢，进去了。进去了。
冻着呢。嗯，慢。我的。这电话啊，除了电话，也有好多的报纸，太烦人了。一天一个人响。哎。一天接老婆电话。我得接上哪去？哎，你做啥的，大哥？饭店，好吧。在哪儿啊？在幺七，还有新城。冻不？冻着呢。操，等一等。这逼玩意热得很。我操，别干两半了，得等一会儿吧。等会儿。烫手，你买的太小了。不是谁寻思你这么大个玩意儿？人家家用的，我告诉你，就这轿车，随便你找一个，2分钟就干饱。你这玩意儿，我靠！这玩意儿多少钱？200一个，300一个。200多块钱。我看那个，你看这个好不，哥们？那个双十一买能便宜那啥400多，我都联系完了，我。这是哪年的？这玩意儿都是干嘛？就是08年以前的。08年以前的。车买来没那么贵哇？这车原来就400多块钱。对。就里头啥也没改。我知道你。我买的肯定便宜。到时候。到时候100多。100多。改过完了都150吧。一台能将近40万块吧。看那里车里头都改了。哈，酒罐儿哈。漂亮啊。整这玩意儿拉趟能合多少钱啊？不行，搞趟多少钱？得3000以上的。最少3000以上。这玩意儿哈，可不像劳斯莱斯那有的是。这玩意儿没有。没有没有。这个中国就6个。没有，所以说你把轮毂改的让它看着更造型啊。对，这下子改灯了。当时就应该改24寸的加，也买这台厚了，不就厚老多了吗？对，对不就没有这些事儿了。你这玩意儿没有潜力，你关键是知道吧？对呀，自己改了，往那一个买也好，只能自己去摸索。我还他妈一下。肯定找不着地儿打胎压了，不是量胎压了，你就不用量，准肯定是3.5，肯定靠上。别人家是那啥了，朋友又开那玩意儿，都关门了，肯定关门了。点儿西四的全关了。对。哪有那啥的？
几点了？九点了，跟他妈的九点了得。九点半了吗？九点三十六了。当时我们要撞了，直接拿着他妈的拿架起来就全解决了。对。我忘了这个事儿啊。不是。原来他妈整前我就给我架起来冲的，我就忘了。等你一来前，我说打不进来气，我就想起来啊，得他妈架起来。要不你想得多大气泵能给他怼动？我操你妈，就不动了呢。对，不动。就那他妈漏气，你再大的气泵不行啊。你们那个好使，就你们那个你们厂子。厂子里头那大气泵好使。我去前我整过去那大气泵往里一怼，呲下子，我操，老坏了。对对对对对。都万拿呢，我给箱子转。你这逼玩意儿，这个小气泵根本不行。小气泵根本不行。你说我要买得买个多大的？买个是就买那个2000多那个了。你买那个也得给它支起来呀。那他俩跟你们要一边多呢得。啥意思？啥呀？他说100块钱得给他，给他拿，我多给你20啊，就。不是不是，你别给他。给你。对，给我给我给我。那不是我，那不是我。这还不是你？不是我。得了，那我存那玩意儿有啥用啊？那个不是我。那给了50了，得用100块钱。给了50，完事他妈的剩50，给你个70，你加点油。你看呗，白跑了一趟你。这俺俩有电话了，以后就有事就找你了，加微信吧，来咱俩对加，我给他俩都删了现在。嗯，加我微信。我先把他删了啊，要不他妈一整你这玩意儿，老整迷是吗？这个就是不是了，是不是？这不是他，不是不，这不是我。那赶紧删了。这个说白了就是啥，你跟百度上对接的那个人知道吧？嗯，对，干掉。对，还有个最远的。我是跟他合作的，你明白吧？这个是这个那个哪那个？百度上。嗯，这没用的。嗯。给他干掉，是不是？就给他转的。嗯、对他俩都是线上。你看，给他转的，这不要的钱吗？你转过来。对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转了个50嘛。嗯。他说100块钱，那、嗯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截图发一下，完事过去。对。对的呢。对的哈。嗯。我给他干掉。他俩都给他干掉。干掉哈，嗯，对，干掉。明天我请你喝小酒，没问题。别个能耐没有了，操他妈，就饭店有。哎，先加微信呗。加微信。加，加上我二哥的一转。你明儿要是测胎压，你去我厂子呗。我这要说不上走哪去，要近边的我就去。对。我随便找，我意思我朋友多，怎么玩意儿？能行？过，你贵姓啊，大哥？姜，姜子牙的姜。哦。这你结婚了没？结婚，我给你出个车的。嗯。好，过去了。我等啊。嗯。我得写个充气救援。你家电瓶也行哈？嗯，也行。是吧？嗯。我叫王辉。王辉哈。嗯。我一会儿给我手机号发过去。对对对。条件不好，现在要不给你告这车。哎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20，你就来回跑的油钱给你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我当时要告诉你，直接拿那个就好了。哎，咱也不知道，妈这么大个玩意儿啊！我姓江啊，我电话还能行，行行行，好了，行，那我走了。你辛苦了。嗯，行行行，咱有事微信电话联系吧。好嘞，走了啊。好。